Hello， 我小仙，今天来做一个立体月亮，赶快学起来做给闺蜜吧。15厘米正方形纸，先来折出它的对角线折痕。这条斜边折向它的这条对角线。相邻的这条边也折向这条对角线。同样的，另外两条边也折向刚才的对角线。全部展开，中间会有一个菱形，我们把这个菱形裁剪出来。下面我们沿着竖直这条折痕进行八等分。左下角的这条边折向上面的这个边，让它们在一条线上。展开，左下角这条边再一次折向刚才的折痕。上面这条边也折向中间的那条折痕。全部展开，向左旋转一点点。现在的下面这条边折向上面的那条边，在一条线上，然后展开，上下两条边都折向中间这条折痕。全部展开后会发现有许多小的菱形，现在我们一个个的对小菱形进行折叠，小菱形的对角线的折痕向下按压，四条边进行对称折叠。其他的小菱形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另取10厘米正方形纸，再折一个小月亮，然后用胶把它们粘在一起。完成啦！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拜拜。